嗨，大家好，我叫 Kelvin，这是我的小女儿，她叫可颖，来跟大家说好。嗨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叫可颖。大家好，来嘛，这是多多，这是我的小女儿。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日常 Kelvin 的日常生活频道。谢谢你们还继续可以观看我的视频哦。明天是周六，OK，也是我的大女儿的一个生日，所以今天呢会给你们排一排。今天我们会去买一些东西啦，去筹备一下明天她的一些我们会帮她做一个小的生日会，OK，所以欢迎你们继续按小铃铛订阅我的频道哦。好，先来吃个饭哦，这个不错的。你在黑不？把它烧烙好了，很脆的哦，这个是在焖炖。这是烧肉，很脆的哦。这是烧鸡，还有鸭肉哦。好，吃饱了啊，现在上车了，然后现在要过去。吃饱了。吃饱了。我自己还大大。肚子吃的好大大哦。我还有自己大大，今天接爸爸。然后现在要去买女儿的生日的东西啦。耶！做一个蛋糕，所以现在去买蛋糕佐料。好。我们到了，就在这里买，做一个蛋糕给他，自己做的哦，就在这里买。出来了，现在我们要去买他的一些礼物，生日礼物哦。猜猜我们会买什么？等下给你们看啦。来到这里了，这个地方是增加 room。等一下我会拍一些蛮好看的东西给你们看一看。增加 room， 增加 room 的中国超市。买一些零食给他当生日礼物。
买一些比较好的零食来送他。买出来啦，好，回去打包。中国的零食不便宜哦，刚刚这样定期一出来100块没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去找个地方来喝喝水哦。真加入这里不错的一个地方，然后我们去喝水哦。好，现在我们到了真加入的一间 restaurant 叫 Bak Teh Kopitiam， 这间 restaurant 也是不错的，那里面的一些设计也是挺不错的，我拍给你们看了啊。现在口渴，来喝杯茶。就是这一间啊，在真加入的大马路的旁边而已。啊，这个design挺不错的，一进来就可以看到这个。是每个星期三到每个星期一7:30早上到4点了就关了哦。这是古时候的加油，好，我们喝面就是这样的。给我带冰 D5， 不是 D4 要冰的。很多东西吃的哦，这里你们可以来这边吃吃喝喝，这个不错的。不过我们刚刚吃了，现在我们只是来喝茶就好了。上来啦，我叫了一杯奶茶，然后这个是绿帽冰。茶也是不错哦。喝完啦，现在走啦。等一下我们去那个万寿宫，哦，真加入有一个万寿宫是挺不错的，然后我们去看一看。好，我们来到真加入的万寿宫了。好像正在修剪是吗？哎，我发现到一些东西，我们去看一看。
这个是什么？哦，是12生肖来的哦，鼠、老鼠。属牛12生肖，虎、兔子，这个是龙啦，就是今兔年过后就到龙年了。今年就是龙年了。然后明年就是蛇、马，羊、猴子、鸡。猪，哇，那个猪嘴上还有绑着那个线哦，哦，这个应该是许愿绳吧，许愿树吧，有人在上面修剪。不懂可以上去没有？万寿宫，这是兔年，现在还在兔年哦。不过在一个月过后就是龙年了，然后一个月过后我们再安排过来拍一拍，2个麒麟，这是麒麟吗？我们上去看看啊，哦，好美！万寿宫。里面的神明我就不拍了，哦，就拍外面。吉祥如意，入殿请脱鞋，啊，那下面就是吃的。这就是真家润的一个万寿宫。如果我们呢有来到真家润，可以过来这里拜拜的哦。当然，真家润还有一个也是很出名的，就是那个东禅寺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来过呢？东禅寺也是每一年都很多游客过来的一个地方。好，我们拜完了，现在要出来了。好，我们走了啊！记得啊，有时间。如果在新年的时候来真家润，可以过来这个万寿宫看一看，然后也可以来这个档口这里吃一吃，它里面其实蛮多东西吃的，啊，晚上也不错的，晚上也是有这些档口开的。好，那么现在。好了，我们也回到家啦。
So,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在这里啦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记得订阅和分享哦，谢谢你们。